和前男友分手一年，他一直想找我复合。哎，不是你谁呀？珊珊，跟我回家。小叔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就是因为他不跟我复合的是吗？嗯。就这儿啊，他也不怎么样嘛，我怎么样不用你管，你立刻给我出去。哎，等等。回心转意啦，怀念跟我在一起穿名牌戴名表的日子啦。你好，律师，请签个字。哦，好，谢谢，我来帮你吧。好了，谢谢。哇，珊珊，你过生日，你男朋友送你这么多东西？我也不知道他会给我送这些，可能你下班了会有更大的惊喜。他会给我送各种东西，这些东西我不稀罕，之前一直要还你的。你就长得我对你那么爱，要不是那一天，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可以呀、啊，这堆假货让他高兴了好几天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叫做花小钱办大事儿。他现在真的服服帖帖的。我以为他只是想让我开心，就没有说破。喂，就是钱，我卡醒合了，工作需要啊。哎，昨晚上你怎么没来？哪儿啊？你男朋友和我们打麻将呢。如果这只是因为钱，我还不会跟他分手。喂，干嘛呢？睡吗？看我脚崴了。好好的脚怎么会崴了呢？你自己走路不小心，不就是要钱吗？不用了。三两好友，不如下午花时间。行，你别后悔，住这么个破地儿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也不用装了。他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在干嘛？就是有些小傻瓜呀，平时怎么大大咧咧的，老是摔跤，我这不是防范于未然吗？你说谁是傻瓜呢？不知道。哎，别动！好，你弄完了。怎么了？卫生巾不太舒服，我去趟卫生间啊。嗯，我再去一下卫生间。行，我等你。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。这个，你最近不是生理期不舒服吗？那你去问的时候不觉得难为情啊？这有什么吗？这就让你死心塌地了？啊、嗯、你可以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把你这个垃圾也带走。没事，好了，去睡觉。